它不是在这个地方，那个就是一条田埂，田埂都是沙子，没有这个水面。啊，是，田只有沙子。这边都是地瓜地，这都是地瓜地，这个地瓜地，我们这是就歪的这个地方，歪的这个地方，这个正面就是2014602团第二营。现在他们这个正面，大概这个有大概过来有大概有500公尺，他们一个正面，刚开始的时候就是从那个地方，那个伸出来一个水，现在那个水那个半岛人家，有你看到，那你从那个地方两颗信号弹上，是红色的，两个字的上来。上来以后嘛，就是哇，那个口哨啊、锣啊、鼓啊，什么的，那个金属黄狼，就在那个地方。所以你们看到信号弹的时候，就赶快跳上。对，战车。我们车子大概是在这个，在这个附近。这个附近，这个大概要伸到前面去，还有2-3百公尺。这个水都上来了。对，这个可以退很远。对。我们就是，排长在讲，你们不能给它沾到干的沙子。在水里头就该解决掉。对。说他们那个，所以我们在演习的时候啊，好在那天下午演习，那枪啊、炮啊。这个距离啊，都现成的，现成的。那为什么装一发炮呢？就是咣就出去了，就打走他了。我们自己也不晓得，那就是下午演习的时候啊，那原来的距离啊、方向啊都不要修改。哦，就已经演习好了。对。所以就用那个方向、那个距离去打，对，就打中了。那小子刚好是碰到他那个弹药船，他一打中来，乒乒乓乓的，这个就好像那个放烟火一样，过年了就是，就在这个地方，这个地方就是共军第28军244团，他那个团子很怪，差不多有2000-3000人，一个小时，两波冲锋。通通给它解决掉。这个海边呢、将近最少有40-50个人头落地，通通没有给他们沾了干沙子。我们排长说，当他们脱离水域以后，你就给它解决掉。战车炮，你看战车炮的特色就是适合轰炸。如果是90炮的话，它就特别高。90炮打得远，战车炮是平射，来了就直接打下去。我在九宫也有一辆 M18。我在对。那可是我们那个炮车什么据点、什么掩体都没有，一个铁棚子。小金门烈雨师比这边差多了，这都是灌出来的。这个模板都20公分的模板。今天鬼条材都被淹掉了，今天涨潮。我那头战役的时候啊，那天是大潮，水呢整个漫过去，船呢开到后面去了。所以呢，2014啊，它在这里是601团，它所做的这些据点呢、几乎啊都漫过去，所以他们呢，
船呢也倒霉，也因为是大潮，它上来了，潮退下去，船全部搁浅了，战车把它打掉了。现在就是上潮。将军多久没有来到这个沙滩？对对对，我知道也很近的，我觉得很近的。将军多久没有来过这个海滩了？这海滩啊，我去年来没有来。我说你以前，你要来视察时候是多少年以前的事？哦，那是当市长，市长没钱要我去。那么20多年了。96年嘛，85、86。我跟你讲了，你不是说台海危机吗？对，我跟你讲，这个炮阵地小，那90炮阵地大，哦，很高。要去看是跟安平哥讲，那个阵地太大，直接如果来的话，炮一打打进来，直接打进来。应该怎样呢？我跟他说，射口这样，喇叭型的嘛，对。下半段把它淹起来，上半段把它弄起来，然后不用的地方给它围起来，然后呢，让这个炮呢就正对着正前方，你可以打。早上讲完，下午来，那效率好高。马上啊，整个炮都给你们埋的死，就剩个炮管在里面。我跟你这一不对了、那这个怎么能开那么大？还是很危险的。战车炮，它这个是呢 ，M24 装甲炮车，一看就知道，装甲炮车的炮，它射要射左右射角啊，它射角宽，射角宽。那90炮是高炮，所以它射角要高。可是这种喇叭口的是一定是枪，这是步机枪，这个步机枪，步枪或机枪的，那个步机枪啊，做这个射口，你看这个射口啊，它一定是侧射，它绝对不是往正面打，它一定是打侧面，它一定往侧面打，为什么呢？它打侧面，敌人不会贯穿它，那敌人过去在这里的时候，当然一打过去一排，但这种。以前做这个射口的时候，火力要跟什么结合？要跟主障碍主角。我们以前当连长的时候，在这里做公司的时候，机枪摆在里面，达到主极限的时候，这一排过去要做什么？就是铁丝网啊，铁丝网一排过去打的这一线，就是敌人在这样破坏铁丝网，机枪打到左肩，哒哒一打一串。我们当连长的时候呢，我们都要来教这个，右极限这个的射口呢，一定跟那边的机枪火力要交叉，第二柄机枪呢也有部分的交叉，它这个火力啊才能够发挥最大。这时候像金门很多据点，哪一个司令官见最多？宋庆龄，啊，他流行带弹头炮，就是往海边伸出去一个弹头，一个射口，一个射口，一个射口。他前面绝对没有，前面是个尖锥形弹头，这样子啊，就是敌人从这里登陆上来，从这边登陆上来，他侧射，把敌人给消灭。将军当司令的时候，你可以决定废据点加增据点吗？有这个职权吗？有啊，可以啊。我是战地指挥官，我要负责一切啊。哦，因为我在当排长的时候，我们只有一直关据点，没有盖新的据点。啊、后来就没有、啊、兵力不够了，兵力不够啊。所以我那时候在这里当司令官的时候，我跟郑瑞先讲，我讲说我一上来我就跟你们讲要做三件事情。第一件事情就是空置据点占了百姓的用地的，你用不到的。这个是穷忙，减少民怨。对，第二个就是雷区要快点，因为那时候联合国已经讲人员杀上来不准用，我们也同意了，要赶快做全面的清理，来想办法跟部长去报，一报要花那么大的钱来下。我跟他讲有两个案，第一个案就是我们自己排，第二个案呢是请外面排，外面排贵，自己排呢便宜，但是你要训，那最好呢请外国人来排一个雷区，然后找人来训，后来就采用这个案。新加坡人啊，杨天笑他们就任内的去排雷，后来所有的雷啊就陆续都排完了。我们那时候我们老是那么遵守联合国规定，可是联合国又不管我们。有一个重要的关键，你要想，基本的地雷啊，炸死人啊，
都是老百姓，人员杀伤雷的部位很快，不像战防雷。那人员杀伤雷呢，它是被海水啊漂流啊速度太多，磁体旁边那个三角堡台风一过之后，好多地雷出到对对对上，对对对，我就去看了、啊、他们都让我说叫工兵来把它处理掉。我们那个时代也是这样子，对不对？我讲你在小金门也是这样嘛。对，但是我们完全没办法，我们步兵没有办法，不是没办法，是怕步兵没有被训练。我当连长的时候，当副连长来进门交接的时候，那个地雷交接啊，是什么？是拿了图，拿指北针进雷区，按照那个经史线进去走，然后呢来算雷。那算你看不到啊，拿那个他的那个图来看，然后来计算。我们那时候都已经没有图了，那自己想办法。我当营长的时候，这个地方啊，这个地方排雷，我同学啊当营长，他从台湾来接两三四十的，就一排雷啊，他去讲完话刚离开，连长又训话，训完话呢像不爽，那个工具往后一摔，一群排好的雷在那炸开了，一下死了好几个。哎，我第一次听到，我第一次下台了，我第一次听到。地雷有炸死国军自己人。我们刚进来那个碑就是一个炸死地雷的碑啊。他们是排雷还是为什么？你知道那是什么事吗？我忘记了，我反正知道那个是一个是地雷炸死的。